好丑哦！三角龙。哎呦，够丑！哦，要术士哦，术士就好，不要再撞我的墙。华裔就好，华裔就好。欢喜就好。看我刚原本要开车去拍照的街，啊，这个这个龙卷风好急啊！看到睡着，去睡机哦。会出现了。哦，这个还别 OK。错失这个机会。好好好，我们不要错失，我们去挖。研究就。感觉游客也会被电，那活该啊！跑去摸电网干嘛？那你敢我不用。那边比人家终止了，人家生气，被电活该啊！哦，阿嗯，活贝，该死哈。你阿贝，你跑哪去了？哎呦，车车不要乱，哦，停在下这车里。车。哎，哦，好帅，好帅！草原，草原又不够，是草太少吗？还是草太多？你不喜欢？要知道，按死掉了三角龙。好了，盖满一点，看看你会不会喜欢。一番，哦，对啦，是草太少啦。有些人草太多，草太少都没送。真的，很难伺候呢。干真的，怎么跟本人一样？跟人一样，有了吧？气死我了！水分不够，你又想干嘛？来吃肉肉啊！吃肉肉啊！有肉肉捏。高尔好，夫球场，准备喽，准笑。备喽，再孵一只哦。改造基因。这是研究我，暧昧，一分多。我去看一下压榨游客压榨的样。油鸭。没有人要买欸，太烂了。啊，30块降价，来我来大来，声卖来不来？来来来，先吃个广告。因为什么？我来对你说说我自己以前就听过好几次的台词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只知道你就是办到了。亚大游客，谢了。对啊。营救中心。也有一只三角龙喽，有没有人要啊？好，去拍照，去拍三角龙的照片。哎，看不到阿贝，好恐怖哦！妈，不知道跑哪里去。对啊，要随时盯着他哎，危险分子。而且他的社交，他不喜欢太多人陪他哎，对啊。孤僻。我声音好像很小，好，我调一下啊。投错进去。注意装置。哎、欸，没有啊，我声音没被调小啊。诶，太棒了！拍成那样还拍得不错，
天，真好，真的。冷夜是不是？哎呀呀呀，按了哦。好，喜欢边缘。你养了真好。挂号差。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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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不要打字，不要打字。啊，是是是是是。然后放羊。啊。兔仔子什么 ID？ 别的名字要记得跟我讲哈。机后啦。都是我现在在乱玩。然后这个叫做喜喜，感谢小西点，喜欢边缘。好，太边缘了吧？怪明就会自动换槽，为什么要人家来补槽？啊，没有，他十个。哦，十次哦。嗯。哦，看到了。然后没了，要来换槽。我、看到，看到了。我掉，然后换完了都没有电，我的。好，晚安，快去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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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困再五名，紧困紧困。哎，运转速度，也是研究，原装术。漂亮的数字，欸，我好有钱哦，8700块。电网要先拆栅栏吧，我就是不敢拆啊，很恐怖欸。没有没有，它可以用取代的，可以用取代。什么取代？是点电网吗？就是。你电网好，然后下面有一个取代开跟关那个。你先点电网吗？对，先点电网。嗯。然后它不是有一个哦取代开关、那个、哦，这样换上去就好。下一步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坦白说确实有点疯狂。我们会鼓动其中一只恐龙去破坏我们的防护网，然后我们就会采取应变措施来判断保安程序人员是否足以迎接这项挑战。好吧，那现在我想收回刚刚给这个人的一切评价来。都没关系，有钱了，我可以玩了。阿贝，注意点哈，您的建造太靠近恐龙了，在呀。哪边没电？挡住了啊！不管是哪一边，啊干，我是盖错边。哇！啊，我是北极哦。我想说，为什么没有路？哎呀，大狼孙慧，谁？哪个神经病路盖这样啊？欸、你干什么？哦、我阿里回击嘞。不，确认工作。白痴哦，小坏坏，你是谁？喜欢边缘？怎么会是你？哎、欸，好像都是新的恐龙会攻击人呢、欸，好恐怖哦！哇塞！哇塞！很好，现在有恐龙行动了，是时候围捕它了。喜欢边缘，你这样不行哦。那只恐龙并不知道这只是演习，所以当心了。虽然我明白，哦，龙王龙，维持保安强度，
但是你挖到了吗？我会做的方式，我可以挖了。看来您对我们真假的，你怎么挖的？对呀、啊，他就出现了，在探勘那里面，旧的那几个点就有出现。运输，看、啊对对对，你跑到这边来呀、啊！先建避难所。我走在弯弯曲曲曲曲折折的路，我还是老就盖的时候盖错边了。可以，你看这个 U turn， 然后盖的很好，好吗？紧急避难所。我没有从这边给他绕过去，很好。P， 受地形限制。嗯，刚刚找一个点了，这里，这里。哎、欸，战斗！这是什么烂？嗯，这个任务，开启栅栏大门或其他方式放出恐龙以攻击游客。妈，神经病哦！就是叫你打游客，咬游客啊！恐龙运送中，你在生气？怎么那么生气？太多恐龙了是不是，气不不。你不要不要撞啊！我放你出去，你不要撞。他为什么这么气不不？我看看。一到十五，这也还好。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天哪，你们在凶什么的啊？利用 T 快速键来选取。先拍个照，哦、攻击栅栏。啊。好，出去出去！我又拿到钱了，确定。这么一来，这嗯 ，T 是直升机 ，R 是车子，好，可以可以可以。出去是不是？来来，我们来拍照了，我们来拍照。我们还在摸索，我们究竟有多少能耐控制住？刚刚是草石，他。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正想办法钻我？走开走开，不要挡我！我猜之后我们就知道，先试出我们能力极限。哎，他把人撞倒了，哇塞！随时保持警戒。那一向是侏罗纪产业设施面临的挑战，利用价值与安全性的矛盾，恐龙充满庞大的潜力。等等等，我要去拍照，我要去拍照。还是暴力。霸气哟！哎，草食恐龙的危害比肉食恐龙的恐怖多了，它一次撞倒一整片人呢。太凶了吧！要绕远路，我把正门盖到背面去了啦。哥，你可以去撞那群人呢、啊，干嘛不去撞他们？我要拍照。大家都知道我们超好笑的。我只是坦白说出来而已，没什么好惭愧的。我想要拍他攻击人，很难拍。快快快，冲上去，冲上去！那边那么多人，快冲冲冲！冲我要拍照啦，我想赚钱。算了，他看起来不回去了。啊！前面一群人撞他们，撞起来！哎，算了，他看起来不会了。我走了，我走了，我去。
麻醉恐龙。哦，这么难玩哦！大蓝，太快了。全世界最难瞄准。